要过水。嗯，听众朋友们，我们要很急。我们当场正在车车要洗澡了。已经洗不掉了。已经洗完了。对，这个很好。不好冒烟。臭氧冒烟。嗯。去那边看。拿了发现很多山区的住户，其实是要做这个分级，就是说先让民众了解说这些地方的状况，大家可能注意能力。我发现天上来，包括这车程，包括天气变化等等因素，进行的一条路。拦机车。红炮烟的。恐怖哦。好重。爸爸，我哪个？爸爸会想啊。来来来来，去嘞！好，前进了，前进了。刚才就把我的小妹妹